对于 VTuber 新建营啊，我的评价是四个字，好有感觉。我主要想着重于两点来阐述我对于新建营的拙见。第一，我非常喜欢小夭，小夭的例会虽然把小夭作为好母亲的一面呈现了出来，但是她这个头发，尤其是侧马尾，这个实际动起来的小夭，马尾非常的自然，看上去比较长，真的好棒，好有感觉。这个泛红的脸颊，迷离的眼神，和这个从腹部薄纱间若隐若现的腹部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第二，我非常喜欢额头，这是在很久很久之前，在认识小夭之前，完完全全的性癖使然。然而小夭她不仅露额头，她还扎侧马尾，她还穿外套，她甚至还不好好穿外套，她甚至还在头发上面丢星星。我的妈呀！这仅仅是到了看了一眼就能让人癫狂的程度。与其说新建瑶额头让我很有感觉，不如说新建瑶的额头完全就是为了我的性癖量身定做。抛开这一切因素，只看性格，小瑶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女孩，公私分明，做事利落，但是遇到不擅长的事情会变得逊爆。我想和小瑶一起养一只哈鲁当宠物，所以想在这里跟大家问一。要买怎么样的枕头才能做这样的梦呢？小夭是越看越可爱的，大家可以不必拘束于这机会生肉肉的肉肉大腿的小夭，大胆发现这个又逊泡又肯努力的女孩真正的可爱之处。